周街都是避风塘炒蟹，究竟哪间才是正宗呢？就梗系嚟喜记蟹将军啦！而家咧有个四人双蟹宴，等我自己一个入去试下先。头盘先嚟碗翅朗下口先，呢一个咧系喜记碗仔翅，哇，劲多料喎，真系够晒足料喎。另外有西班牙火腿带子，味道甘香的火腿配上清甜的带子，这两种食材的味道简直是绝配啦。主菜来了，分别是喜记正宗炒蟹和黑松露炒肉蟹。相信喜欢吃蟹的朋友都未必喜欢剥蟹壳的，这里有专人帮你剥壳，不用自己来的。哇，劲大只啊！一定啖啖肉啦。呢度嘅肉蟹咧系嚟自越南嘅，出咗名系特别肥美噶，同埋佢镬气又足，够晒野味啊！果然系正宗啊！另外试下黑松露炒蟹啊！唔好以为黑松露嘅香味咧会抢咗蟹嘅肉味啊，佢反而咧可以带出咗蟹肉嘅鲜甜味，除咗提鲜之外咧，仲添加咗一份好浓郁嘅香气噶。最后还有蒜子浓汤樱花虾浸时蔬、瑶柱蛋白炒饭，还有甜品添，包你吃到饱一饱啊！咁多嘢食嘅四人双蟹宴，而家喺 So Smart 都系1230蚊起咋，仲唔快啲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嚟试下？